给大家直播服务，说的是拳皇九八这场比赛，左边是来自于湖北的小黑，右边是来自广东的大口。湖北的兄弟啊，刷一个六，广东兄弟刷个九，好吧，给你们老乡打打气，加油。那喜欢看咱们这个视频朋友，给我来点个赞，好吧。那现在本场比赛来自于小黑的八十人对战大口的跑题，宇宙第一套，今天晚上打了两次次局翻盘穿三局，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小黑这把能不能拿下一个穿三局来。好的，武汉好手龙干掉了大口的一个血量，马上用葵花打一个雀反，宇宙第一套没有了，那么这是一个信号了，意味着小黑这把应该说要拿下大口一臂了，你觉得呢朋友们？那么现在大口准备想骗对方出升龙，但是小黑这里没出升龙，一臂黑啊，能不能拿下大口？好的，不错，有机会。哎呀，这个前冲有点茫然了，这不是小黑的风格，现在小黑也是豁了出去了，不打防守了，打进攻流了，但是进攻流不是他的强项，他的强项是打防反打力回的。我去，双方都是两颗气，马上大口三气满，现在废掉一颗气之后还是两颗气，打到这个时候双方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了，就是一个字啊，干啊，就是一个字儿，干干。哎呦，这里都行，原地战贼地。那现在的局面是来自于小黑的大口，今天晚上比赛是胜利一方拿6000，输的一方是没有奖励的。好，咬四间再接一个小车龙，摘月之炎之后大口的跑低啊，大口的八神现在血量还有一个多一点的血量，哇靠，打第三的打对方冷冻，这也能打中，我也是服了，小黑现在已经懵逼了吗？前冲重拳猛弹接上葵花三段之后，小葵花打完，小黑的克里斯没有了，只剩下一个大闷乌狼。现在猴头美滋滋啊，嘿嘿嘿，今天晚上我要躺赢了。你觉得这场比赛谁能获胜，朋友们？现在微微现在已经坐不住了，微微现在已经把他们家地板已经走出圈来了啊。大口把气爆掉，准备给他结束战斗吗？大口小跳重腿压命压正向泽，追加一个跳低，那么现在这边爆气伤还会有一个一点右臂的加成呢，我们看跳最低，小跳最低前冲，现在大口不慌，再次把气爆掉，你看没有，有气就废啊，直接给这开 buff 了。小黑后跳重腿直通，能量反击扛他，但是太远了，赢了22个币，大口还有2个币。我们来看本场比赛，左边是来自于武汉的小黑，右边是来自广州的大口啊。赢了拿6000，输的一毛都没有。小草是大口的招牌，不过这一臂大口的小草不太妙了，连续两个拆头，反边跳 C 战 C 梦蛋飞上葵花三段解决了草晶，宇宙低草被给他 KO 掉了，没有了草晶这波输出的压制，小黑你的希望还是有的。哇，其实这个打法都出来了，近身下停的战停的跟上梦蛋葵花三段之后，小黑的八神又跳过连了，大口着急，这个波打的也是有点啊，不对呀、啊，不可防一波没有，葵花想穿波，但是对方重拳抢招成功了，判定先出来。那么现在小黑又看到了希望，对方只剩下一个真克里斯，他还有一个满血大木狼，相当于啊一管半的血量打对面的一管血。好的，八神怎么来压制克里斯呢？不好打克里斯的。克里斯咬四连之后再接一个摘月之炎，青之龙干掉了八神，只剩下一个大门了，现在局面上来说大门是占有一个满血的优势，对面的血量回不到满血的8个的血量啊，来啊九个的血量来打对面的满血四气的真克里斯，哇
加油吧。现在来看看战斗对决，你觉得这场比赛谁能获胜？继续压制他，压制。擂主现在很尴尬，很紧张，对面五颗气资源，又是小跳进，真的小跳就重腿压逆向成功。哇哦，大口拿下了小黑的克里斯，赛点局来了，赛点局，八个赛点。我操，完了，小黑现在已经没有斗志了，我跟你拼了。大母狼怎么办？对面还有四颗气，这四颗气光能量反击，四个能量反击就可以把大门的血量给他干掉了。小黑现在没有资源，大门没有资源怎么办？下 B 下 A， 再次接一个咬四之炎，恭喜大口。